No,
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大哥到了。你说谁呀？救命！大哥，你说啥？我一个箭步就飞过去了。大哥，啊！喂，你还溜水了？是吧？回家想办法去。你快点回来啊！能比你想的好吗？大哥，你这么小的外援，至于吗？千万别跑了。天啊，你这地啊，会飞你去啊！你可千万别跑了。那咱还有多少地要丢呀？就剩这么一点了，活儿就交完了。累了，你就休息一会儿啊！千万别跑了啊！千万别跑了，千万别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 No！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吃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梦圆舞曲，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，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。喂，都车灭了，你看不见吗？喂，你啥也不是，站在上面吧。你不会拿个轻松的车吗？我说你想干什么呀？听的不是这么用的。大哥，贴好了，快上来吧。好嘞，哥。杀！抖音。